现在把满屏的爷的青春回来了，打在公屏上。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，大家伙啊？我们今天任务就是造一辆能容纳我们所有人坐的直升机，好吧？我铁块，那个 TNT。现在我要给大家配发幸运方块，不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可以用的，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打开。你要知道它这个东西有多么的重要，这个东西呀，剧毒药水。我跟你说，不要迫不得已，不要开啊！现在不就迫不得已吗？没有东西啊？怎么没有东西啊？我们刚刚不刷了，不是生存了很多东西吗？这两个方块特别要注意了，如果我们发生了这种特别特别特别严重的灾难，不到迫不得已、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能开。OK，不是我，你看我这波血赚一换二，哎，别搞啊，兄弟，我赌左边，相信我吗，马哥？都给我看好了，我家的。黄哥，这个幸运机如果是好的，底下会爆铁块的，我们直接这个飞机的铁块任务就直接可以过了。如果底下是坏的，家全没了，你也不用干了。相信我，各位撤一下，各位撤一下，快走。黄哥，这种英勇的表现要值得表扬，这种员工啊就得鼓励。他现在把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一大半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不是杨哥，别，杨哥，我能得到表扬，得到鼓励吗？哎，有小虎，黄哥提醒我，有小虎，小虎，我没看见底下的黄哥，我死了，我真没看见底下的黄哥。哎，别笑了。哎，你们说如果一直挖不到火药，我们可不可以走一下近道？我们有28个金锭，可以做幸运方块啊！确实，金锭还能做方块呢！加油，黄哥！加油！我贼强是吧，亲王哥，我要跟你同甘苦共患难，是兄弟一起死，相信我。team 没你还有意思吗？确实，哈哈，全部的运气放在这个幸运方块上。相信我。你们好似墨野龙。一个破钟给你送钟啊，马哥，Oh my god 怎么最后一个出岔子了？我们也不是就是非要你去开这个，主要是真的没有鼓励霸刷出来。我们找了一圈一圈的，如果有的话，如果就是就是有火药了，黄哥，拐个弯就有了，正好5个，一个 TNT， 太小了，我找不着。这拐个弯我也是，谁知道拐个弯就有了？哎，我们有大火石，过来大火石。大火石干啥？啥时候拿的？一直都有啊，刚才下那个探地牢的时候，在箱子里看上的。不是咋的了？你知道我们一直在找什么吗？找火药不是吗？火药是为了什么？啊，对，为了啥呀？人家黄哥都已经被你弄得四分五裂了，兄弟！哎呀妈，是黄哥！这是你吗，黄哥？这是我。现在我们飞机就要坐出来了，兄弟们，你们激动吗？非常激动！哇哦，造出来了！哇哦，太牛逼了！我起飞了吗？你起飞了，你快点吧，杨哥！不是，他怎么飞不上去啊？为什么？啊，对，按住！回来！杨哥回来！回来！然后往下停就行了。回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停，不是！哎呦我操！不是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以后都可以来了，就这车你都可以帮我们开了，你给我们当司机吧。玩的这么好，那你就来开车吧，就往前正常开就行了。正常开。我回来，有点危险。黄哥，不是，开车。
叫什么不说一声啊？不是，这车怎么还撞死人呢？不是，卡地底下，被苦力怕炸碎了，冒烟了。我们这一期的任务是完成了，但我们把下一期的船给造出来怎么样？哎，这期点赞多少？更新下一集啊？50万。操你口出狂言！啊，我们现在说一下船啊，要三个羊毛一个铁锭，非常的简单。现在我们要找到羊，开直升飞机去就行了。这就是直升飞机的有用处。你脚底下不就踩着吗？哪儿呢？就这个。哎，你好他妈聪明啊，小宝贝儿，有点操作的黄哥，你终于机智了一把啊。别，还是去开直升飞机找吧。为啥呀？我这个比较想开直升飞机。你自己去找，别带我们，不是在想。开几台很简单的，把床放在上面，啪嚓，哎，羊毛出来了，再啪嚓一卖，啪嚓。哎，不要不要。不是，我一出门我就看着个苦力怕站在门口，不是，我瞅了一眼这是不是苦力怕，然后等它炸了我才知道这真的是苦力怕。你别他妈在这逗我了，别整事儿。不是黄哥，咱俩一起坐船非常的温，非常的惬意，确实小感觉不一样。哎，这小河有点浅。不是，我们下一期就可以探索更多的大陆了呀，对吧？我们换一个地方住。这是我想不到的，我船卡图里了，海王卡船里了，太牛逼了！我头次见还有这么。